叫未见其人先闻其声。听见有人唱歌吗？对，我已经听见这边有好多人在唱歌。人家莫醉风雷声，姐姐们好。哎呀，是采茶呢还是开音乐会呢？采茶呢，采茶呢，我们开心采茶。这么多人呢？自愿来采茶的，就是为明年的宴席做准备的。啊，工具给我俩，一人一个。对，小篓子。来喽，我得把这个先绑好喽。我先在这一片培训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在这培训好了，再去大家那儿再去采去。啊，首先有手法吗？有手法，不能这样掐，不能这么掐。哎，要这样拔，只留中间这个芽。你只要扎一个芽头都也可以，只需要摘那个芽就行。要拔下来，不是给它撇断了。不能掐，不能掐。一芽一叶，今天的全部才一个芽头的。这个怎么样？您看看我拔的这根，这个这个、是不是太小了？可以，小个也可以，小个可以。往上面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看，这一个芽头的，你看。阿姨啊，一个人一天能摘多少？只能摘到一二两，一到二两。我怎么觉得一天也摘不了一斤呢？这是真正的黄金，黄金万两。天哪，你这茶这么多叶子，就要那个最细的，看都看不着的。是啊，采茶首先是要练眼睛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是。你们参加比赛，你们两个人一起。我们两个。你跟那朱姐一组，那玲花跟谁一组啊？跟那桂香，都是我们村里采茶的能手，都是高手啊。对，那我们赢了。一个小时，看谁能把这一个小篓子采满，好不好？啊，哇哇，采满了，采满了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开始，采了。这个叶子可以吗？这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是吧？好，真的是练眼睛哎！我这一开始我就找不着了，这啊，怎么长几个呀？哟呼，我就长了一个呀，我长的都是好多。来喽！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啊！来喽！这种劳动的状态，热情洋溢，充满了生活和劳作的情趣，天天对着大自然绿色看着，山清水秀。我们秀水的茶好吃，就是这个原因呢。这里你们真的不许打哟，这个茶叶上有祖上留下的那种草药，哦，这样撒在上面就可以了，纯天然的。三十，这给你。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我们比赛要公平公正，公平公正。你要给我，你偷偷的放我篮子里。你这一说就被玲花听见了。没有，刚刚我刚那边已经让他给我了一把。玲花老师来呀，高一松嘛。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。有过的四季，荷花依然香，等你宛在水中央。耶呼！山歌好比春江水来哟。你说你能唱吗？我张不了嘴。我跟你讲，你家里什么音响系统都比不这，这叫真正的环绕立体声。大姨们唱起山歌来，那真是自信的不得了。这个山头直接可以唱到那个山头。
那是真是一种幸福感。来来来，冲刺了啊！现在到冲刺阶段，冲刺冲刺，快快！